Hello, Style Master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坏特坏老师。听说你们今天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，就让坏老师一一为你们解答吧。不知道可不可以回答你们，老师知道的也不多。自己的隐私被原本信任的好友曝光，不爽到很忧郁，该怎么办呢？我非常重视这一种，就是自己的隐私，然后有没有被曝光。因为如果这位朋友他是会保护你的话，不应该转传你的话，或是转传任何有关于你隐私的东西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的隐私被曝光了，直接封锁他，谢谢。对方情绪控管很差，每次大吵后都落泪道歉，很想分手，但又说不出口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可以用慢慢的疏远，然后慢慢的冷淡。如果对方情绪控管很差的话，你自己心里不要被他的那些情绪刺伤到，你要给自己一个保护墙。那他每一次这样做，他发现你没有被他牵动到，你的心情是没有受到他影响的话，他自己也会觉得怪怪的。这种方法你试多次一点，他自己的情绪是他的事情，你自己的话就是慢慢的把那个墙越筑越远，越筑越高，越筑越大。那等到有一天他连情绪来，你完全什么感觉都没有，我觉得那就是分手的那一天，他自己应该也会知道。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三题。跟交往十年的人分手很难过，要怎么能够走出情伤啊？我连交往两年都很难过了，何况是十年。我懂啦，但是要怎么走出来呢？真的就是有什么情绪就把它发泄出来，想哭就大哭，想生气就生气，想报复不要报复。我们要保持感恩的心，感谢他陪伴我们这么多年。那这一开始一定会非常的难熬，依附感不见了，你已经习惯跟一个人这么久了，那种依附感是很强的。那当这些东西被抽走的时候，是会非常的失落。那在那段时间，请你用心的感受那些情绪。那有些人会想要用工作逃避，或是用一些其他事情去逃避这些感觉，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疗愈的方法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，感受它，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壮。但是那一整个过程是非常的痛苦的。对，我明白了，所以加油咯。接下来下一题是，工作想转换跑道，但逃离不了舒适圈怎么办？那你都知道了，那你还不逃离吗？同学加油，快点逃出去。下一题，如果爱一个人真的要大声说出来吗？这个问题很困难回答，但是先讲一下坏老师的经验。坏老师以前呢是会大声的说出来的，我是会昭告全天下说，这男的我喜欢我的。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样都会把男生吓跑，所以我后来就越来越含蓄。但是含蓄好像也是交不到男朋友，不好意思，坏老师这题帮不了大家。下一题，哦，这个劲爆了，跟女同事发生三夜情后，在公司遇见还是正常打招呼聊天，当作没有发生过，请问我该继续追求扶正吗？同学，他三次女生都没有晕船了，你在晕什么呢？你现在就只是工具人，请赶快找下一位好吗？不要扶正，他不爱你。下一题，神秘感这件事情在感情上是不是很重要？你所谓的神秘感是什么神秘感呢？你是说不要放闪吗？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少 po 一些东西。我自己是喜欢保持神秘感，因为我自己是喜欢自己的有隐私，所以我也会希望我保护另外一半的隐私。所以对我来说，神秘感在感情里面是蛮重要的，希望你们也可以保持你们的神秘感。如果另一半很爱打电动，我该怎么跟他沟通？如果你不喜欢，或是他在打电动的时候很常会忽略你的话，
我就会走到他的电动的电脑前面，或者他的电视前面，请他好好的看着我，然后我会跟他表达我的感觉。我觉得被忽略，我觉得不受重视，我觉得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，把所有的感觉都讲出来，看他愿不愿意为你调整。但首先第一步骤就是你要表达你的感受，不要闷在心里，然后也不要冷战或是突然就是找其他事情去凶他，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，不管是遇到任何问题，他爱打电动或是什么问题，都是要讲出来。下一题，喜欢上一个不能爱的人要怎么办啊？这个坏老师也有困扰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有个折中的方法，就是你先把你自己所有的条件先想好，比如说你不能接受远距离啦，你不能接受冷漠的人，你不能接受什么样什么样的人，把那些条件都写出来。那当你遇到一个你就是很心动的人，但是他所有的条件就是都不太符合，感性上你会爱，但是你的理智上是很难，没错，但是请大家自主分手好吗？然后告诉自己你会找到符合那些条件的人，然后等待。就像坏老师一样。想问坏特一路走来的信念是什么？是什么让你克服这么多的困难？谁给你力量？我的信念就是保持温暖，然后保持谦虚，然后真诚待人。那我觉得我可以克服这么多困难，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支持我的工作的伙伴，然后还有很多我的很好的朋友，所以因为他们，我觉得我自己得到了很多力量。然后再加上我现在也开始学着要好好的对待自己，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尊重自己，疼惜自己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记得要保持温暖，保持谦虚，然后真诚的待人。OK， 那今天坏老师上课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有听进去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